对，但是我仍然非常活跃，我还是很美，我很有自信。他要一个这样的形象，所以我们会接很多类似的产品，就是跟这些相关的产品。然后我觉得将来在马来西亚，我相信会蛮有市场的。其实最近我们也发现，在产品上的变化也销售员在告诉我，哎，老板，我们的风格要转年轻一点，因为年长他开始注重自己，爱自己多一点，可能想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，我们在颜色上就开始做调整。我觉得应该这样讲，就是年长一点的市场，以前你可能传统想它就是只要这个样子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必须要把它更年轻化一点，就是说，我觉得也未必是说要把二十几岁的产品、喜欢用的产品直接拿出来，我觉得要针对这个社群。没错，这怎么可以做得到？给大家二十几分的时间，看起来是很想看的，可是到了第二关，所以现在我想什么？我想多陪你做自多彩的生活，我想穿裙泳装，我想去 skater， 就好像啊，范姐说的那种。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市场。这一轮讨论下来，我们就知道女性消费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，而银发族女性更是大家不可忽视的一点，大家要多注意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影片。经典全新赛制，前辈与后辈选手首度亮相。上场价比